我有一个宅和一个女，宅伢子的名叫罗慧琼，今年44岁，给了我的祖母穷。我的女的名叫罗慧灯，今年38岁，开理发店。她的心美容，从小懂事孝顺，学习成绩也蛮好。本来家庭生活过得很幸福。1997年，我的宅罗慧琼学到那个倒霉一个法轮功，从此的身寒启动，他没有按时打错练功，还投什么对法轮。此生练功一下，有问蜀门强他做魔穷，他不肯；有问给他做媒，他置之不理。本来我的长得找对象没得第二个问题，以前呢有一些妹子也追求他，可是由于他魑魅法轮功，国家集体法轮功之下呢，温润魑魅不我，使他变得默默等等，所以呢，跟他另外一个妹子都与他分了手。说明魑魅凶亲个人呢没得了，过去与他耍得好个和平，也与他呢断绝了来往。可是我的宅伢子对此无动于衷，反倒认为自己的羞愧免礼送到村子。我和我的老婆拿他四处冒犯法，推过他，骂过他，也打过他，他求死不听。是法轮功害得我的宅，害得连老婆都找不到，至今还是公公一条，害得他马上要结地哦。我的宅罗慧琼高等毕业，人家懂得不透，又为做魔穷。10年前他犯的同样病，他舍不得花钱吃药，相信那个赔死个法轮功，因为呢这个人骗的，不要打人，不要吃药，只要练功消孽，像此人会好。每送法轮功一下，父母的话，他妹妹妹夫的话都听不进去，一门心思练功求恩门，使他的骗钱呢越来越恶化，直到现在他才醒悟过来，认识到是法轮功害的了。我不该听信法轮功，过去我正因为凭着自己练功学法的虔诚，师父的法身会来保护我，现在我的眼睛看不清了，两只脚蹬起来了，配搭透气难闻，我已经病于膏肓，现在我才明白法轮功某高手是李分治害了我。我的女子罗慧灯10年前呢也跌到同样病，由于她不信法轮功那一套，坚持通气服药，骗钱控制得好，现在很勤空，她开理发店，生意蛮好，发大财，买到塔子，在气灯上呢买到红子，还生了鱼子，她很幸福。我的老师罗慧琼被法轮功害走的，我捐钱法轮功让他归我洗。